你给我买这个镯子，我就跟你私奔，好吗？不行。祝青好开虐了。最新剧情中，袁冰妍和郑业成分手，心痛到不行。逛街的时候还思念过度，幻想出一个郑业成。你来了，沈燕，我很想你。我知道，你是我幻想出来的，想出来的也好。我幻想出来的，我说什么，你都会答应我，会对我笑。然后从摊子上拿到一个镯子，说：“你给我买这个镯子，我就跟你私奔，好吗？”没想到郑业成刚好在他身后听到了这句话，然后狠心拒绝，不行。天哪，这剧情咋越来越虐了？为啥相爱的人不能好好的在一起呢？求编剧手下留情呀！若我将一片真心交付于你，你又敢不敢承诺，一生一世不变心，只与一人长相厮守？你不敢。我是在等郡主三思。